我也是透过减糖而达到减重效果，所以当时79公斤，真的破了纪录哇！常说也还是要满足欲望的减肥才可以吃。我已经有听到我的肠道好菌都在欢呼，这个脑疲劳也消失了。吃糖上的人哦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很容易感冒。既然我们已经对糖成瘾了，那倒不如对运动成瘾。易容这个动作你有办法吗？哦，不要 cue 我，不要 cue 我。周休二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全家人的健康。